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汤圆来喽！老板没钱了，没钱了。支付失败，再来一个，再来，再来。三二一，开始。汤圆来喽！谢谢。支付成功。小时候啊，跟爹娘逛市集。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姐姐在外面上呢。哎，老板，我穿什么中国人？老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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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姐在外面上呢。来，来，停一下。不要这样玩了，你要这么进球的话，我这早晚得关满呐，我这早晚得关满呐。预备，开始。拜拜。再见了，兄弟，再见。哦，而且你昨天晚上那招也太帅了吧，就那么一下就把那个人震飞了。哎，我从来不知道毒童子不使毒还能这么厉害。有人来了 ，OK， 好，来四位。心动啊！在我心中，三少再好都比不过阿来。你听好了，我的意中人是阿来。来到了。
深情的对望，我们故事还长，有你就是远方，把你刻在心上，让我每天有念想。不知黑夜太过漫长，我知道你在身旁，让我世界发亮。我又弄错。这位姑娘想买香水？是啊，老板掌柜帮我选的。好嘞。好，姑娘，这些豪气啊。雅雅，你跟阿来还是守在涂山？阿来在干嘛呀？这小区？阿来在干嘛呀？这小区？那阿来就点头微笑就好了。你跟阿来守在涂山？长老跟刘商，我们去神火山庄拿人。是，好，就在这打点。这么个意思。对对对，一起说。是，这比我还重要吗？来，来吧，挺重要。演好了这场戏。一、二、三、开始。啊！你不是说走，然后我才说当心。生平出道二十年来第一次，感觉太美妙。走吧，走。干走。来穿衣服，来选啊！我本我觉得你就叫月初公子呗，我也管他叫月初公子。要是叫月初的话，会不会显得太熟了？哇，就是他说他该怎么叫你，然后我说叫月初显得太熟了吧，他说叫初初啊。更熟了。明天不要穿宽宽宽宽宽宽宽谁穿的宽宽对呀宽宽谁看的宽宽